给我，给我，干嘛干嘛干嘛呢？这是，这是我的糖。吵吵吵什么吵？拿过来，都别想吃。别那么吵，想吃吗？想吃啊。想吃也可以，你们两个比赛好不好啊？我们比什么呀？你看我这里啊有恐龙，我这个恐龙呀就像气球一样，能吹好大的气球，谁要是吹得大呀，我这个棒棒糖就给谁吃，全部给他哟。好，我能赢。来来来来来，给一人一个呀，拿着吧，走吧走吧，去吧去吧。只要小朋友们给我把这里的小爱心点亮，说明的小家点亮，是我就能赢。小朋友们才不给你点呢，根本找不到。哼，小朋友们可聪明了，谁说小朋友找不到呀？小朋友们可聪明了，小红花在这里要点点点，把小红花点亮，给文宝贝加油助力，要不然他力气太小了，吹不起来，是不是？来，小朋友们，快给我扣数字六哦，把这个恐龙肚子吹得好大好大的呀！开始了，好，开始吹，加油，文宝贝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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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爸爸也吹起来了，加油，宝贝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小朋友们，给文宝贝加油助力，快快快！哇，我天哪，他们两个吹的都好大呀！我天哪，会不会爆呀？好吓人呐！我天哪，我天哪，我天哪！哇，吹好了没有呀？吹好了。两个吹的都特别大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能赢，我赢了，这样好不好？来来来，这个糖呀，你们两个一起吃，好吧？好，我们一起分点吧。天哪，这两个吹的都特别大，好不好玩这个球啊？好玩。